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荔枝。你一次可以吃几颗？全部。全部。喜欢吃哪一个？苹果。我喜欢吃全部。我们要介绍，让大家知道台湾也是水果的天堂。你要吃什么水果？白山果。好嘞。嗯哼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直接放进来洗。那你给它太小。开动口，看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，先吃西瓜。我们吃百香果的方法，就是一整颗，然后这个剪，把它的帽子剪掉，打开来，然后每个人发一颗汤匙。我听到 crunch crunch， 那是什么？百香果的籽，有一点酸酸甜甜的，而且非常香。你在吃什么水果？一大口。哎，主任，你在吃什么？我要吃荔枝，好吃。你在吃什么？芒果。给我看一下那个芒果长得怎么样。甜的。甜的。好吃。哎，亲爱的，谢谢你买这么多水果。客气。吃完了吗？对。你吃了哪一些？西瓜、荔枝、白山果和芒果。菜。再换我，我要吃很有名的水果，在台湾我们很喜欢吃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很甜，超甜。中间的那个核心的地方的纤维比较粗一点，哇，很好吃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在美国只有吃过罐头的凤梨。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荔枝。你一次可以吃几颗？全部。全部。喜欢吃哪一个？苹果、跟荔枝、葡萄。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哪一种？我喜欢吃全部。如果你只能吃一种的话，你会吃哪一种？荔枝。或者芒果。所以结论呢，台湾真的是水果天堂，我们很喜欢各式各样的水果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